河南的灾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而在危难之中，我们又一次见证了中国科技研发的强悍。大家好啊，我是袁仔。就在所有人都在想着为灾区做点什么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贵州，一架翼龙无人机腾空而起，在经历了四个多小时的飞行后，成功抵达河南省米河镇。此时的这里已经因为大水导致通讯中断超过了12个小时，当灾区失去和外界的联系时，人们心里的恐惧就会被无限放大。不知道这场雨还要下多久，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人来救援，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死活是否有人在时刻惦念着。在经历长途跋涉后，翼龙来到当地，瞬间就建立起了一个覆盖面积15000平方公里的音视频通讯网络。这个范围有多大呢？足以装得下7个深圳。无人机充当起了灾区的超级 WiFi， 并第一时间给当地灾民的手机上主动发送了一条移动网络的短信，提醒人们通讯保障会一直持续5个小时，请及时联系家人，告诉他们这里发生的一切。在这2天的新闻里，最不愿意看到的场景莫过于和家人失去联系而焦急万分的人们。一位河南大哥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一直失联的亲人，忍不住抽泣。说实话，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泪目了。设身处地的想，如果正在受灾和外界失去一切联系的我，突然收到了这样一封短信，一定会当场热泪盈眶。回想08年那场大地震，为了不让灾区沦为信息的孤岛，是子弟兵们在写好遗书后第一时间跳伞进山，才恢复了通讯。而今天我们拥有了更加先进的设备和救援力量，能最大程度减少救援人员所需要面临的危险。此刻不禁感叹，中国的科技发展就像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百宝箱，人民需要什么就能在第一时间拿出什么。如此一来，就有朋友好奇说，这么厉害的黑科技背后一定得有一个屌炸天的小微企业才符合剧情。可是这一回可能要让各位失望了，翼龙 2H 的背后并没有什么小微企业，有的只不过是一个超级央企而已。这款无人机系统是由航空工业旗下的中航成都无人机公司在翼龙2的基础上做的救灾定制款。根据天眼查上的信息显示，这家企业在今年的1月29日和大客户国家应急管理部做成了一笔价值2380万元的订单。大家可以在弹幕猜一猜，这些钱可以买到几架翼龙呢？答案是2架。贵吗？其实一点都不贵，要知道单个造价只需要千万的翼龙2可是中东人民眼里的大杀器。2019年7月的利比亚战场，翼龙2在和土耳其产的 TB2 无人机实战对抗中打出了0死14杀的碾压数据。尽管迪利波里民团军 JNA 极力否认这一战绩，但是其次月的土耳其军火大采购还是暴露了自身惨重的损失。甚至后来翼龙已经不满足于只和对方无人机过招，在一次战术追踪后直接来到对方水晶腹地，一抬手就把机场给扬了。像这种挂上导弹横扫沙场，抱起路由器满天空求蹭网，敌人头上的利刃，人民头顶的希望，1000多万实属划算。而这次无人机的救灾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也能看到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大西南起飞，直抵中原，在激战高耗能的情况下，稳定保障信息通讯长达5个小时，在返航补给后又马不停蹄地前往郑州阜外医院做通讯保障。超远距离，超长续航，还有肚子里满满当当的通讯设备，你品品这妙不可言的细节。根据公开的翼龙2性能数据显示，这个中华家大航模的飞行高度在5000米以上，一般维持在8000米巡航，最大升限9000米，巡航时间20个小时，起降只需要1500米的跑道。这个数据你敢相信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吗？射程一般处于5000米以内的高射炮和肩扛式防空导弹，面对这个飞行高度只能是望尘莫及。而对下一档的地空导弹来说，这个幽默的飞行高度又属于是低空低速，不仅打起来别别扭扭，而且说不定无人机还真没有这一发炮弹值钱。说白了，就是在防空武器的射程边缘反复横跳，纯物理防御理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些年每当人民处于危难之中时，我们总能在国家级别的紧急救援过程中发掘到新的能量。比如武汉疫情时，运20通过一场非战争军事行动，向世界展示出了这个时代里人类顶级的组织动员能力。当然，这次翼龙的支援也再次印证了大国崛起直接关乎到每一个国民的尊严。最后我翻出了去年10月4号翼龙 2H 首次亮相的央视视频，令人感动的是在下面看到了好多特地前来留言致谢的小伙伴。非常感谢你收看这一期的原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和转发。如果你可以点点关注，那将是对我最大的鼓励，谢谢大家，咱们下个视频见。